好，我是牛奶叶乃文，想和我在空中分享音乐、分享心情吗？敬请锁定 FM 96.7环宇广播电台，本周一至周五中午12:20到下午1:00 ，Uni Superstar， 想听牛奶叶乃文就在 Uni Radio。您收听的是环宇广播电台 FM 96.7。像你哈啦，有名有姓，大家知影。讲天讲地叽里呱啦，亲像学者专家。Uni Superstar 带你游走天下。Uni Superstar 原来就是他。Uni Superstar。嗨，这里是 FM 96.7 Uni Radio， 我是本周的 Uni Superstar 牛奶叶乃文，很开心今天继续能够在这边这个跟大家分享我所喜欢听的歌曲，也在这边担任今天的 Super DJ。今天是星期二哦。那刚才呢，这个一开始啊，又是我专辑当中的武士道的歌曲啊，大家一听完，相信呢，在睡觉绝对都会被惊醒，然后在开车的呢，小心。因为你可能太兴奋了，然后就有可能会发生车祸。哎，我自己在乱讲些什么？对，不过这次真的很开心啊。然后暌违了3年，然后能够做出这一张自己的国语专辑。那因为其实之前是在团体，那大家对我的歌声呢的辨识度其实也没那么高，因为我以前在团体呢算是 R 组，你知道 R 组是什么吗？就是 rap 组。所以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可能都是。在唱 rap 比较多。那其实在录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呢，我有跟也有很多的朋友，然后其实对我的歌声也蛮担心的，但是我告诉你们不用担心，因为跳舞就是我的武器，所以这张专辑叫做武士刀，所以跳舞是最重要的。
歌声是很有诚意的。那我也希望呢，大家在这张专辑当中，除了看到我的这个在舞台上的表现之外呢，也可以听到我在唱功上面所花的一番苦心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就是我觉得在这张专辑当中唱的很开心，然后也很顺利的一首歌，也是跟我好朋友吴克群所合作的《热牛奶》，赶快来听听看吧。我的手心发烫，随时都在紧张，初次见面的爱情它刚亮相，你的眼睛太大，大得我无处藏，手忙脚乱怎么会有好印象？忽然间像个老人，咿咿啊啊呼呼嘿嘿，我真的说不出话，也不会像个痞子，嘻嘻哈哈叽叽喳喳，这不是我的模样。冲一杯热牛奶，冲掉我所有的不安，这要让你喜欢，为你耍呆呆的浪漫。冲一杯热牛奶，冲掉所有无聊伪装，让我们正式介绍一段感情新的章。说不出话，也不会像个鼻子，嘻嘻哈哈，叽叽喳喳，这不是我的模样。冲一杯热牛奶，冲掉我所有的不安，这要让你喜欢，为你耍呆呆的浪漫。冲一杯热牛奶，冲掉我所有的伪装，让我们正式介绍一段感情新的章。所有的不安，只要让你喜欢，为你耍呆呆的浪漫。冲一杯热牛奶，冲掉我所有的伪装，让我们正式介绍一段感情新的章。一杯热牛奶，冲掉我所有的不安，只要让你喜欢，为你耍呆呆的浪漫。冲一杯热牛奶，冲掉我所有的伪装，我就是热牛奶给你的绝对。还好听吗？好听。对，其实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其实我对自己的 vocal 呢，一开始就比较没有信心。那也是透过这整张专辑的录音过程当中，当然也跟制作人试了很多适合自己的声音。那包括刚才大家听到这首《热牛奶》，其实因为也是克群帮我担任制作嘛，那这算是在专辑一开始录制的时候就先录好的一首歌。那我觉得因为这首歌的录制成功，然后也奠定了我在之后录其他歌曲上面然后更大的一个根基，然后跟信心。那也真的非常谢谢克群，因为他这次也是友情赞助啊，对，分文未取，对，那很谢谢他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个呢，这个人真的是歌王，不管是什么歌，只要一到他的身上，用他的喉咙唱出来就是好听，就是杨聪伟的《洋葱》，赶快先来听听看吧。我眼神能够